喂。音控大哥声音可以帮我拉小一点点吗？谢谢。好，我刚刚已经哭过一遍了，但我等一下不要哭。我觉得这一切很不真实，就是惩罚已经结束，然后我们要退休，然后想要一直感谢一直以来要支持我们的人，然后爸爸妈妈，我要给你们道歉，因为最近这几个日子，因为每天早出晚归，东跑西跑去外面练习，每天见面的时间已经少之又少，还常常对你们大小声，但我出门练习都没有在偷懒，花很多时间跟金钱，也非常感谢妈妈在我需要的时候会借我钱，然后让我能好好过完每一天，真的爱你们，你们都辛苦了，希望你们今天看得开心。然后再来，我要谢谢学长姐，尤其是我四个直属周延华、Pony、子琪、婉瑜，你们真的对我很好，很常照顾我，然后不管是社团上还是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问题都会帮我解决，然后时不时会送我吃的，真的很爱你们。最后忤逆二二的各位，很感谢缘分让我们相遇，虽然一起经过许多难关，但是很幸运我们完成了这个惩罚，是一个甜美的故事，谢谢大家。谢谢，讲得太好了，讲得太好了，甜美的果实了。好，就首先我要就感谢我爸爸妈妈，然后就他们都会给我钱，然后支持我，还有就是煮宵夜，还有水煮餐给我。虽然我爸我吃水煮餐第一天就问我要不要吃炸鸡。但就还是很谢谢你们，然后希望今天我的表现有让你们满意，你们有骄傲这样。然后我都会好好读书的，不要担心。然后再来就是谢谢有来看我那些看着我长大的阿姨们，就我没有想到你们会想要来看这个，对，因为我们每一次我真的都很吵，我没有想到你们会想要来，对，就很谢谢你们愿意来。然后还有就是拿过来一点，就你们还有从那个从不修赶过来的啊，然后或是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巧练过来的啦，然后反正就很谢谢你们来。然后接下来是谁啊？国中同学们，就坏蛋们，还有龙哥跟轩朵，还有伦哥，你们好。虽然刚不知道谁在我板子上面签什么张忠谋，但是就还是谢谢你们来这样子。然后虽然林轩宇没有来，但是就真的好没关系。然后还有洪志学那个卡片我回去再看啦，谢谢你。然后最后成林队的孩子们，就我没有想到我们又会因为跳舞这个兴趣又聚在一起，然后就看着你们就是都有种长大的感觉，然后就很感动。对，希望你们接下来都能好好的带你们的和平街528届，还有南湖乐520届，你们两个社长要加油，然后还有张一宪也是学生要加油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是万芳的同学，谢谢你们愿意坐40-50分钟的捷运过来看我们忤逆的表演。然后还有志勤老师，谢谢你愿意接受我们忤逆，就是把我们带得很好，然后希望我们今天表现没有让你失望。对，然后还有各种排舞老师，就谢谢你们排这些舞给我们。然后忤逆二二那个想给你们的话，我之后再跟你们讲，就我有点讲太多了，对，所以谢谢你们。谢谢，你可以当做张忠谋真的有来了哈。哎，下一位，下一位是谁？可是我觉得我要被骂，因为那个不好意思，各位姐姐，那个你们的忙内弟弟没有准备稿子来念，完全什么都没有带。然后呢，就是好吧，那我就即兴来。然后就是这两年我一直在思考，就是我到底为什么要加热舞社，就是一直都很累、很靠背、很痛苦，然后整天在那边自己抱怨自己。可是平常跟着你们又觉得很开心很好玩，
虽然我很常都没有跟你们出去，我都抛弃你们，哦不对，是你们抛弃我。好，就是，然后谢谢我们的徐阳姐，然后给我直属的两位学长爸爸，还有谁？然后还有学弟妹，完了我没有话可以讲，救命，我没有话可以讲。好吧，那就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惩罚，谢谢各位，就这样。好，谢谢。下一位是你吗？大家好，我是总务陈柔真，然后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表演，然后等下我要先感谢我的爸妈，我的家人，谢谢你们，就是我真的很没礼貌，我是坏小孩，我回去跟你们讲话都，等一下哦，都没大没小的，真的，很抱歉。然后我练到很晚，我爸都会来载我，然后我妈很想要我念书，可是我还是跑来跳舞，真的谢谢你。然后，对，反正我都跟我爸顶嘴，但没大没小，真的、啊，谢谢你。真的，啊，对了，我太坏了。不可以再哭了，你们影片一直看我哭，超丑。然后再来，谢谢我的朋友们。等一下，谢谢国中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来看我。于琦，谢谢你，我很难过的时候你都会鼓励我，通宵听我讲电话。然后还有你们来的被我邀起来就是我就是很重真的很重要的朋友，所以谢谢你们。然后还有一个给我没到，然后凯真的很过分。谢谢他，还是在我每次很难过的时候都听我讲一堆屁话跟干话，真的很谢谢你。我真的不能哭了。好，那个还有204的色色们，谢谢你们。然后一年级的 C cup， 我们都 C cup， 就是这些朋友们哦，包含国中的，从国中一直被我放鸟，现在每次一约我都很小心的说要来练舞，但是你们还是没有放弃我。我爱你们，真的，瑟瑟、蔡婉瑜，我心灵支柱，永远，我很压力很大的时候都会跟我讲话，私底下来跟我讲话。然后特别是杨千胖，我的小胖，从高一被我放鸟到高二，每一次都被放鸟，我真的一定第一餐跟你吃，真的。然后好，朋友是吧？我要最后最谢谢的是22届的全部人，因为我是。一开始真的完全不会跳舞，然后一开始已经放炮，真的谢谢你们，就是能学会跳舞这件事，我就已经很感动了。那时候我跟你们一起踏上30连，踏上30连，然后甚至办了独立惩罚，我真的觉得我做了一场了不起的梦，到现在都很不诚实，我真的没有哭哦。然后特别谢谢社长。黄景刚，谢谢你。我每次很多问题，你每次都会回答我，因为我真的什么都不会。那谢谢你们，承受我这么多，我真的很。谢谢大家。下一位。没有，我忍住了。我要先谢谢我的爸爸妈妈。可是我觉得你们养了一个超好的女儿，那个惩罚钱很多都我自己付的，可是我每次回家，你都还会煮宵夜给我吃，我真的很开心。然后还可以赞助我一些钱，我只是跟你爱说，我好棒，我衣服钱都自己出，然后就塞1000块给我，真的直接哭出来。然后谢谢姑姑奶奶今天有来看我的表演，真的意义重大。然后你还延了你的机票，谢谢。然后谢谢204的色色们。今天允许一天，你们叫我顶黄瓜，仅此一天。明天再叫，我会打人。好。然后于佩君还在吗？我们可以终于可以出去玩了。然后文顺补习班在就烂男人，林华林赶快请吃饭，黄梦想200块赶快还。然后酱油是不是你们送的？超白痴的。然后还有赖宇轩、高东义，我现在看不到你们，但是你们应该在，我知道。然后还有谢谢矮君妈妈陪我讲话陪我聊天，然后一直喂养我，我都没有送零食给你，我感到非常的罪恶感。然后再来就是好完蛋我要哭了，好再来就是我的
忤逆二二，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超懒、超懒、超懒、超懒的人。谢谢乔佩伦、任凌泉、任凌杰、王静雅，每天都帮我雕，我真的超懒的。你们都很有耐心，除了任凌杰以外，不要再出发了。除了任凌杰以外，可是大家都没有骂我，骂得太凶。然后。我真的再也不会跳舞了，可是我很高兴这个创举是跟你们一起完成。好了，我讲不下去了，谢谢。哦，谢谢，下一位，下一位谁？来这里。喂，我已经哭完了，然后我要先谢谢我的妈妈，就是她真的一直用一些奇怪的理由给我钱，什么世界环保日。代替地球给我100块，然后还有爸他没有来，我真的是去练舞，不是去谈恋爱。然后我没有男朋友，然后没有男朋友，然后还有 DC 群都在哪里？对，真的谢谢你们，每次玩游戏的时候都 carry 我，我的 Apex 只有200伤害，这是我最高了。小时，但是隔天才回来。谢谢你们愿意，还愿意继续跟我当朋友。然后还有万载，就是万载真的陪我走了很久，从我高一加热舞社，然后到现在，他们都超挺我的。虽然他们都没有来看我表演，然后但是他们真的很挺我。我每次说什么，他们就说对，很挺，超挺。但你不一样，你例外。好，然后还有 iPhone 一家亲，我每天都。学校睡觉，然后我们还可以当朋友，我也很感动。然后还有高一的你们，103的，还有谢雨欣，就是对，很棒啊！我很爱你们，你知道我拿着手机，但我根本没有打稿，我不知道啊。还有范圣杰，我不知道范圣杰还在不在，他真的是从国中，然后每天听我抱怨，每次抱怨就是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他还愿意听。然后还有今天有来的所有人，谢谢你们愿意来，就是我真的很感动。然后，还有谁？然后最后，还有学长姐跟学弟妹。今天学长姐就是我的直属，他们真的很照顾我们，就是我们有很多问题。然后还有我的 partner 姜敏强，他很棒，我从来都没有跟他吵过架，都是因为他。然后还有弟妹，就是。对，你们很棒，加油。然后志勤老师，就是老师，我想跟你讲，其实我升高二的时候，本来很想要退热舞社，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跳得很烂。然后老师上课的时候又很凶，可是上了高二，然后我还是跟到高二之后，我根本就不想办成嘛，因为我根本就觉得没希望。直到遇到老师，老师是你给我希望的，你真的很照顾我们，非常非常，为什么破事你都帮我们处理。然后你有很多学校，你也很忙，你还愿意接我们，我真的很感动。就是老师，而且你知道有老师，我们还会有一堆问题，我没有办法想象，如果没有老师的话，我们一定会被欺负得很惨，我们一定会付很多更多冤枉钱。老师，我真的很谢谢你。然后还有谁？对，武力22届，尤其是你知道，我每中场我没有跳，我以为我会读书，但我也没有。然后就是中场，我每次在底下看你们跳，我都很想哭，因为那个真的很帅。可是我真的好累，我每天回家没洗澡都只能睡地板，我真的很累。但是有你们一起撑过来，我很感动，我很喜欢每一次我们忤逆牙起来，然后我们一直吵架，可是我们每次上台都不会都会互相打气加油，真的很谢谢你们。我们不是说感情它超级超级好，但是我们的默契真的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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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后就是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我们终于可以在这个大舞台表演，真的很谢谢大家来看。那些很久没有见的朋友都来了，然后还有一堆人没来，这可以去死。对，那个没来的，那个还敢叫爸爸？操，我才是你爸爸。
家。喂，有点高。我刚刚有滴几滴眼泪了，所以我现在不会哭。然后先谢谢我的爸爸妈妈，每次跟你们要钱，你们都一直骂我，然后一直念我，但最后还是会给我钱。然后我有在省钱，只是健康餐真的很贵，我就很饿，然后就会吃很多。然后我发誓，我在惩罚后一定会好好念书。希望今天的表现可以让你们感到骄傲。还有谢谢我的妹妹、阿公、阿嬷、阿姨，你们应该有来，我看到，只要我传影片，你们就一直称赞我、支持我。还有谢谢有来的朋友，不管是万方的还是小外的、深坑那个什么娘家帮，你们给我气球，还有很大很臭的榴莲。然后虽然每次约你们都没有空，可是你们嘴巴实实说说，其实还是支持我。还有就是还有万方的陈爱、马国轩、林唐一山、彭彭、何杰瑜、Cindy、赖英成，还有很多很多，你们都从万方馆赶来。然后还有谢谢我的直属，刚上岗的时候一直帮我们，然后一直喂食。还有排舞老师晴晴，我是你的小宝贝。谢谢你带下万方舞妮，还有舞妮的宝宝们，没有你们我真的待不下去。还有 partner 活动的，还有中招乔佩伦，然后还有这一组，可能到高一下排舞我们四个才收起来，但是我们四个就是万方 blackpink， 然后每次都一起排舞排到累死，然后一直拉筋，可是跟你们相处也很自在。然后也会爆出一些很好笑的东西，像刚刚陈老真哭，然后还有谢谢吴依晨在，有时候等我练完舞，然后还等我，最后谢谢万方舞妮22届，谢谢你们一起陪我度过这两年，几乎每年都有你们，真的很爱你们。虽然我没有爆哭，但是我还是真的很爱你们，希望之后还可以跟你们继续跳舞。好了。嗨，嗨，大家好，我是舞妮最没有存在感的嘟嘟。哎，首先我非常感谢同班的跟别班的，就是你们可能是闹着玩，然后觉得蛮好笑的，或者是觉得我真的厉害嘛？就是你们常会说哇很厉害，下地板炸，然后跑来我奇怪的教学影片下面留言，那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鼓励，也是我跳舞的一个持续的动力，然后我非常感谢弟妹，尤其是张杰华跟王振宇，他跟我一样是 breaking 组的。然后虽然我的舞风界限蛮奇怪的，可能是介于 breaking 跟现代吧，我知道我自己是这样认为，就是。有能跟你们一起 battle， 跟张杰一起 battle， 跟李代柔一起 battle， 我真的非常开心，对来说非常的享受在这个过程，然后非常感谢张杰，就之前我高一的时候我就因为看了一个节目，我觉得跳 breaking 很帅，所以加入热舞社，然后这个过程中。这个开头，我是一个完全不会跳舞也不会运动的人。热舞社给我建立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然后在开头，我不会跳舞，所以张杰非常认真的教我，虽然我现在还是不会跳舞。非常感谢张杰，然后谢谢白轩，跟有我，白轩走了。等一下，然后非常谢谢我的父母，虽然你们一个礼拜好像只想练让我练习两天，
一天只有两天，谢谢你给我钱，给我时间，一个礼拜还有两天。然后我最感谢的是我的同届，大家看得出来，中间惩罚就看出来我就粗暴蛮多次嘛。然后也非常感谢 F 组的四个人，谢谢黄静雅，谢谢郑林杰，谢谢陈明娟，谢谢叶鹏威，还有之前那个排舞，谢谢陈荣臻，谢谢朋友跳 breaking。谢谢，哎，谢谢黄静雅，谢谢郑林杰，谢谢。啊，我忘记了，谢谢。张永涵，对，谢谢你们非常，在我跳排舞的时候，就你们几个最常教我，然后教很多次还是不会，一直这样。你们就是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可以对我说抱歉的话，来说。干嘛？杜明道。谢谢大家，然后不知道他走了没？谢谢维尼，我真的非常崇拜你。可能是看了你，所以我才会开始跳这个偏现代 breaking。你就是我偶像，我爱你。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朴佩伦，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就已经哭得差不多了，然后呢，我现在，就是，我首先我先讲我爸妈，就是首先妈妈，就是虽然你就是我应该不是反对我跳舞，只是就是你会需要我读书，然后在读这方面，然后你也就是。就是很相信我，像是那个补习班，然后你也就跟老师说你相信我会自己读书，然后就是我也很想要社团跟那个学业就一起过好，因为我想要证明给你看，然后就是被你肯定我都会特别的特别感动，就是像是有一次出门，我不穿短裤嘛，然后我觉得我腿真的超级粗，然后我就照镜子，然后我就很难过，很生气，然后那个时候我跟你走不同路的时候，你还在马路对面，然后你就跟我说我腿很细，我真的那个时候很感动，然后妈妈先这样，然后我也很谢谢爸爸。就是你每次都会来接我，而且是从林口，就是没来我练我地方都很远，就是可是不管多晚你都还是会来接我，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你觉得我可能会，你知道我会不好意思开口跟你拿钱，然后我排舞费我也都花自己零用钱，然后你就会偷偷塞给我，然后我就是我说不要，可是你还是会给我。我真的很谢谢我爸妈，然后你们也很支持我，让我在这段路就是没有很顺利这样。我要谢谢爸妈。然后呢，我就怕讲太多，然后就是我真的要感谢这一组，就是我可能有时候在跳舞的时候就很凶，然后脾气不太好，然后也有时候那个耐心不太够，然后你们每次迟到就凶你们，可是最容易迟到的是我，然后反正你们就都很棒，就是你们是我最像女生的一群朋友，大家都很辣，以后的还要一起辣。然后我原本想一个一个感谢，只是应该来不及。然后一萍还在吗？然后那一个不在，可是我还是想跟他说，就是他每次都很肯定我，就是在我有问题的时候，然后他也都会事先肯定我，然后再跟我说怎么怎么说，我真的很感谢他。然后呢，我谢谢所有的排舞老师帮我们排这么厉害的舞，
然后再来是校外，你们怎么一直在录影？然后手机是范作宇、刘廷君跟胡一翔，你们从昨天的影片，我真的就是非常感动。昨天在大半夜，然后我就已经先哭一轮了。你们的范作宇，你在说我弄都很听，我就不管怎样，三十里你还买一大堆甜甜圈给我。然后胡一翔，你从国外来，你从。那你从波兰，你从波兰来，然后去年原本要看我惩罚，只是没有办成。可是很谢谢你这次来看我。然后连俊昨天那影片，我真是又笑又哭，因为你第一次讲这么多话，然后就很感动。然后也谢谢你这次特别来看我。然后呢，然后那个喵大喵大陈大，我真的谢谢你们今天从学校赶过来看我。你们之前，你们做板板跟花都超好看的。我真的很感动，谢谢你们，以后一起读书加油。然后，那个安康的，我真的很谢谢你们，就是因为我们万方雕我的风气可能没有你们那么严格，所以你们可能会很头痛。可是就是还是很谢谢你们包容我们，就是跟你们一起雕，我都非常的踏实，非常放心。就你们就都很凯瑞，然后谢谢陈雨桐帮我们雕舞，然后。你也很愿意跟我们合舞这样，然后刘一慈你就很可爱，然后也很好笑，可是希望你以后不要那么脱线。那个陈爱玛、郭轩霖，然后你们啊，真的很谢谢你们来陈爱玛做本班超好看。然后第二还有 Cindy， 谢谢你帮我重补修，就是你整个数学全部都帮我重补修，然后开镜头你也会开，就是。是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可是就真的很感动，就是谢谢你，超凯瑞的。然后呢，我应该没有办法一个一个住，可是就是我今天跳舞超常出错，然后侧翻我练习的时候真的都不会摔倒，可是刚刚就是真的就是摔倒了。然后还有那个36G也是狂放炮，我希望就是最后一次表演，可是希望。我一佩你来了，我刚刚已经支持完了。好，谢谢我的直属。好的，我就先讲这样。万方你22页街舞也下台一鞠躬。好，但因为有人要先走，所以我就赶快讲，因为刘轩一直催我，然后我就先讲你们，然后就是谢谢你们可以。赶过来看，然后虽然就是那个沈世文来说你们在北车，然后吓到说为什么你们还没来，然后呢就很谢谢，然后周学每次都会在就是半夜，每次我们舞腻开完会，然后再约时间，我就会很焦虑，然后就是很暴躁很烦，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可以陪我打电话吗？然后他都会一起跟我聊天，然后一起跟我靠腰很多事情。爱你哦啊，明天我还不会去学校，后天我再陪你走斜坡。然后现在就是好了，剪短头发还很好看啊。然后谢谢你送我啤酒，我会去好好喝的。然后功课加油，以后靠你们教我了，你们可以走了。然后再来就是我的爸爸妈妈还有邓一翔，就是因为我花了很多钱还有很多时间，然后就是你们还是很支持我。然后虽然就是我很常乱发脾气，然后前天早上吧，就每次我明明出门我就很不敢，然后可是你都会一直说我都拖很久起床拖很久，然后我真的不急啦，就是不用害怕我迟到，这些我都可以自己承担。然后谢谢你们容忍我的脾气，然后这个惩罚是就是努力了2年的成果，也希望你们可以开心。然后对，然后妈妈，你前两天问我说要不要花，我其实觉得可以不用，因为很贵。然后你又说你可能还要回去拿什么的，但是还是送了，然后就送了我想要的满天星啊，谢谢你。然后邓一翔，虽然你真的就是你现在虽然在澎湖，然后回来就是比较不无聊，可是不要再跟我抢厕所了。我每次要洗澡，然后你都在里面，然后我觉得很烦。然后，但是。国中的好朋友好像有人走了，然后就是很久没约了，
之后可以一起去李玉杰家再喝酒，然后吃咸酥鸡吗？我在那吗？好，谢谢你们，然后也送我礼物，然后跟我一起拍照，然后，哦，虽然刘杰瑜不能来，我真的好难过、哦，他说他很想来，然后好，谢谢刚好哲大学长，我很多时候怎么雕舞编舞都会问你问题，然后你都有回答我，然后还有我的雨杰妈妈，雨杰妈妈在哪里？她走了吗？她不见了。听得到吗？好，没关系，就是很谢谢他。虽然我不知道怎么感觉，有时候看到还是会有点尴尬，可是我还是很爱你，雨杰妈妈，我爱你。虽然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讲话还是有点尴尬，但是呢，我还是很爱你。然后我很想跟你变熟，以后我们可以一起聊天，一起聊八卦。然后。啊，先说黄静雅，就是呢，你在舞腻常常给我最大的压力，就是我讲到你就好想哭，就是因为之前就一直都以为你是舞颜，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很有压力，然后很自卑，然后就觉得说自己雕舞雕不好，然后其实我昨天偷看了陈品源的讲话影片，然后你讲我叫我不要自卑，我直接爆哭，我昨天在家里已经哭一波。但是这支影片最后因为怕时间不够，然后就没有在这个惩罚上面放，然后就是会发在社账，希望大家也可以去看。然后很爱你啊，就是真的，我们两个以后不要再继续打架，虽然我也不知道在打什么，可以和平共处好吗？好，然后挑佩伦，你的舞没有开始，我真的很难过。我们两个一起打电话哭过很多次，然后你今天说你在我的舞出包的时候，我真的有点难过。可是没关系，因为你是乔佩伦。哎，然后就是陈品璇、江明琪，就是舞腻最重要的人。然后对，然后其实我之前就有跟你们说过，我要准备你们的礼物，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惩罚，我还要准备礼物给你们。对，然后就是我真的很用心。我弄了一整个月，这是江敏琪的，可以自己过来拿吗？是你，对，啊，乔佩伦，你有两朵粉红色的花，因为其实原本是一个要给江敏琪，因为她那个时候还没有男朋友，因为粉红色的花是什么代表初恋什么，但是因为她后来有男朋友，所以我就把两朵都送给你了。然后我弄了很久，然后包装也是我自己去买的，然后就是我编了很久，然后我真的不知道我跟毛线有什么孽缘，他们的头发是我编的，学妹的也是，我昨天从早上8:30编到晚上9:30，我真的好累，我回去手都在抖，然后就很酸，但是呢。啊，虽然我赚蛮多钱的，我跟你讲去吃大餐，可是真的好累哦。但是看到你们今天这样表演，然后还是很开心。然后我今天好像也有放炮，然后到后面表情也做不好，可是还是就是成功的表演完了。跳9首真的好累，对，然后没了。应该该谢谢的都谢谢了，如果没有的话，再来跟我说，我再传给你。然后谢谢今天有来看我的。和平的林哲慧，还有那个史迪奇，秀峰的史迪奇，然后其他人好像就不知道了。对，谢谢你们，就这样子。喂。然后就是，首先我要。跟我妈说对不起，就是这段时间花了1年多钱，还有补习什么的，全部都停掉了。然后，就是你叫我陪你出去，我也都没有陪你，虽然你已经走了。然后退休的时候，我会认真读书，然后也会陪你出去。然后谢谢今天有来的朋友，就是103的破台妹，在哪？对啊，哦，然后还有202的。不只为何月山、何子璇，还有其他人，还有其他万方的，还有已经走的周少轩，我不知道你们还在不在，可是就是我很开心你们能来看我，也谢谢你们这段时间陪我聊天，帮我挡气，然后也帮你不要再喝醉，
不要再喝醉，一直哭打给我。然后国中904那一群在哪？高永杰在哪？好，你不理我算了。在哪啦？啊，好远好远。然后就是谢谢你们借三十年又来看我。然后汪永兴跟高永杰，就是我们原本七月中约两餐，结果因为我一直吃，我要吃水煮，然后我又一直要练舞，然后就没有跟你们去，所以之后八月要记得约，我爱你们。然后还有谢谢暑假我社练的时候帮我上重补修的菲菲，虽然你今天好像作业有点多，所以你没有帮我做完，还是我不知道怎样，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反正就是，好，我英文可能要被当了，因为我的惩罚，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谢谢你们，还有傅子伟，然后谢谢万方五逆二十二届的每个人，大家都一起撑过来的这两年，然后这段时间我们都很累，然后很痛苦，就是有你们我才有动力继续走下去，希望退休之后要一样好，还有希望还有机会一起站在舞台上跳舞，然后谢谢我的直属鲶鱼，然后就是最后一次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感恩，然后就是我们会带好张杰华，虽然他跑去跟杜明道交换蜡烛闭幕的时候，然后谢谢安康和武校，就是我有时候会常常放炮或是撩舞的时候一直漫不经心的感觉，可是就我真的很认真的，就是谢谢你们一直包容我，然后我也很喜欢跟你们合舞，你们真的都很可爱，谢谢。然后还有你们还当我们大雁的更衣室，谢谢你们。然后还有这一年认识的公关太多了，我就没有都打出来，然后就是当公关很开心的认识你们，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还在不在，可是就是谢谢你们。然后给学弟们，以后武力就交给你们了，希望你们好好认真做好该做的事情。然后最后谢谢一直陪我的花野菜，就是每次练到很晚都会等我，然后会送我回家，就是谢谢。还有对，没了，太多了，我剩下的慢慢发好了，谢谢大家。怎么没声音？喂，就是首先我想谢谢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就是，他们真的很替我担心，总是怕乐舞社会耽误学习。但是在家等着很晚，每天在家等着很晚回家的我，然后生怕我有危险。虽然有时候他们都会念我，整天出去练舞都没有在读书什么的，但是他们还是很支持我所喜欢的东西。然后爸爸妈妈赚钱真的很辛苦，每次跟他们要排舞费跟社费什么的，然后我其实都很愧疚。然后他们嘴上虽然说，就是都会念个几句说社团花钱花太凶，然后比哥哥姐姐还多什么的，但是他们还是会拿出辛苦上夜班的钱给我。还有谢谢我的姐姐跟哥哥们，他们虽然都读外县市，不会很常见面，但只要我有表演影片，他们都会很认真的欣赏，然后鼓励我。尤其是姐姐都会听我抱怨任何事情，然后给我很多建议或想法，都是跟我一起骂。总之有你们真好，我陈妈妈一定会好好读书的。然后再来，我想谢谢文润勋，你在那里，然后他是我国中一年级就一直好到现在的好朋友。然后我原本还很失望，想说我的国中朋友都不会，就很忙，然后都不会来，结果你真的来了，
然后我真的很谢谢能够遇见你，我们虽然不同校了，但我们还是不离不弃，然后有很多在高中的心事也很常跟你讲，我真的是很，你真的是，我是我很珍惜很珍惜的人。然后我也想谢谢黄雨吉，然后江小妹，就是他们还一起做板子给我，我完全没有想过。然后我想谢谢黄希云，我们的缘分真的很莫名其妙，然后再一次碧云，然后就可以一直好到现在。我想跟你说，不管怎样，你都不要觉得自己不好，就算别人骂你或对你乱开玩笑什么的，也不要往心里去。你好像都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人，你有很多别人都不知道的优点，你一点都不差，你很棒，在忤逆有你真好。然后每次讲心事都很有共鸣，你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之后我们在六班也要好好读书哦，不要吵。然后再来是小佩伦，小佩伦在哪里？小佩伦，哦哟，好，然后我想谢谢谢雨欣，我的 partner， 就是能成为你的 partner， 我真的很开心。我们真的很有默契，然后每次讨论什么事情或决定什么事情，就是都可以很有共识，所以我们的工作都可以超级超级顺利的完成。过程中好像都没有遇过什么问题，总之真的很谢谢你。然后还有我想谢谢我的两个直书妈妈，鲶鱼跟 Kiki。然后就是谢谢你们选择了我，就是任何事情都很照我。然后之前有难过的事 ，Kiki 也会跑来找我聊，然后给我很多建议跟想法。有，然后鲶鱼也是个很可爱然后很漂亮的人，常常分享好用的化妆品跟化妆技巧给我，我真的很喜欢你哦。然后我也想谢谢依萍。还有依萍，还有陈柔珍学姐，你们真的很好，我真的很爱你们。然后还有知琴老师，然后就是虽然高一第一次在我们学校就惹你生气，但因为如此展开了我们跟你的缘分。然后我很常放炮，然后反应很慢，少一根筋让你很傻眼，但我真的很喜欢你哦。没有你，我们很多事情都不可能那么顺利的完成。然后我们再也不用吃水煮了。收到你的海底捞实拍照，我也不会痛，我们都不会觉得很痛苦，对。然后就是很爱你。然后我还想谢谢郭轩霖，然后陈爱玛、王黛云、傅子文，我不知道他们还在不在。然后在外方真的是很喜欢的人，就是真的很挺我，然后也很挺武力。谢谢你们做的板板跟送的东西，真的超级爱你们的。然后乔佩伦回来了，我来讲一些啊。再来是乔佩伦，我从来没想过在六班能跟你那么好，虽然上课你都在睡觉了，但在武力做事真的是非常非常完美，让人放心。然后心思也很细腻，很照顾忤逆每一个人。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的想法什么的，你居然都可以知道，就是确确实实是忤逆的吗？然后之后在六班也要一起当个又会玩，然后又会读书的人。然后最后我想谢谢最挺的安康，安康，安康，刘一慈。然后还有王雨美做的板板，她还在吗？王雨美。然后还有各校公关，太多了。就是反正我想跟你们说，认识你们真的很开心。还有排舞老师，然后所有来看我们表演的大家，谢谢你们。我要说，其实我走到这里，我没有很难过，反而觉得很庆幸、很幸运。因为呢，我知道这一天一定会来。我本来没有哭。好，但是呢，我很喜欢这个感性时间，因为可以把平常没有
多出来的感谢，然后说出来。然后呢，首先我要先谢谢我妈，就是。我妈真的是最支持我的那个人，然后她一直给我台舞费，然后虽然 我每次要钱的时候，我真的都很愧疚，但是真的谢谢有你，然后就是你帮我洗惩罚的衣服还有袜子，因为他们真的很脏又很臭，但是我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谢谢我爸，虽然他没有来，可是他很重要，就是。从高一就是要早上去占位，很早很早，然后我都会在前一天跟他说：“爸，你可以明天载我去国馆吗？早上五六点。”然后他虽然他都会说不要，可是，在隔天的时候，他永远都比我早起床，然后坐在那里等我。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练舞练到很晚很晚，然后我很累很臭，然后他还是，我就打电话跟他撒娇，他还是会愿意来接我，他真的很重要。然后要谢谢我哥，你有时候也会当我的司机，然后你还会陪我跳舞，然后在我之前比赛，就是像捷运杯我们没有晋级的时候，然后你都会你就买礼物安慰我，然后再来谢谢我的直属，谢谢陈浩轩，虽然我们一开始那个刚开始我的干嘛，虽然一开始我们没有很。就是刚开始刚接干的时候我们没有很愉快，但是我觉得现在真的很好，然后谢谢你真的是个很好的直属，然后谢谢 CCY 我更重要的直属，谢谢你对我这么好，然后就是跟我分享很多事情，然后你真的是我一个很棒的一个姐姐，然后谢谢我从我高中101、201、301，虽然我不知道他们走了没，但是啊，谢谢江念硕，然后张和祥、赖彦成，然后王家俊、范成玉跟廖可唯，然后真的很谢谢有你们，因为我高中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就是一年级的时候没有很喜欢班上的环境，但是真的有你们，我才可以在实验班好好生存下去。然后谢谢王颖，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你还在，谢谢你，你从国小就是我特别重要的一个人，然后你不只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我觉得我们现在更像家人，然后希望我们以后也都可以一直这么好，然后谢谢我的好朋友廖月安、文佩瑜，然后高珍熙、陈伟杰、姚竹涵，还有。好，谢谢你们，真的谢谢。好，陈佩玲，谢谢你们来，你们真的是我国中时段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群，到现在还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群。然后真的很谢谢你们来，你们走到现在，真的很谢谢你们。然后谢谢陈静柔，我高中最好的朋友，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在这个高中就你最重要了。然后谢谢，然后我想跟曾玲姐说。就是常常觉得自己压力很大不够好，但是你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最棒的人，然后虽然我们也真的经历了很多很多很多，但是真的是最棒的。然后乔佩仁跟江明琪真的是也是不可或缺的两个人，然后希望我们之后可以再一起出去玩。然后再来谢谢黄静雅，我的 partner， 然后我说了就是其实我觉得我还今天还是想要说，但是我因为我怕我很遗憾，就是其实我一开始我是想当黄静雅这个职位嘛，但是后来我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每天都其实我接干到现在我没有就是释怀的一天嘛，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为什么高一的时候没有做到最好，没有让学长姐认可我，但是我觉得到现在我这样说，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有直属想要选跟嘉颖，然后我的 partner 是黄静雅。黄静雅真的是一个真的很扛的人，他社长真的做得很好，他真的没有他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对我就像我们就像两个社长，他没有因为我是副社然后就
就是他真的很棒，他真的很棒，万方无念，没有他真的不行。然后希望我们以后会在一起跳舞，然后一起出去，就是像对组团上课，然后谢谢所有老师，然后谢谢 Zipper， 谢谢胡婷，谢谢阿能。那我要跟阿能老师说对不起，我刚跳舞忘动作。然后要谢谢子景老师，就是谢谢我们真的在高二的时候遇到你，然后真的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没有你，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你真的，我也在笑我。好，反正，要谢谢陈曼菲吧，还在吗？不知道，谢谢你们。反正我要谢谢所有，就是出现在我生命过的所有人，没有你们就没有现在的陈品璇。然后我想跟吴宁二二说，我们因为缘分相遇，但是我们因为时间逼不得已要成长还有分离。但是你们真的是我这一段日子里，我高中最最最最最美好的存在。然后我要谢谢现在所有人。我因为之前老师说过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继续跳舞，就是因为有成就感，是因为有你们台下你们的每一个人为我们尖叫，为我们掌声，所以我们才会继续想跳下去。然后最后我要跟大家说辛苦了，希望我们以后也可以继续跳舞，我也会继续跳舞，因为真的很快乐。对，谢谢你们所有人。然后我真的很庆幸我是万方舞宁二十二届。对，谢谢大家。好，你们没有哭，因为你的话，所以我就哭了。是好，首先想谢谢，就是有来看我的每个朋友，就是不管是国中、高中的，然后不管是就是可能之前一起 cover 或是一起跳舞所认识的朋友，然后想特别谢谢我的国中朋友们，在忙在那边，对。虽然你送了我西瓜，但是我还是非常的感谢你，我就不知道你这是我把我送来的。对，然后呢，就是还有两位朋友，就是今天因为疫情确诊没有来的高玉佩跟王思玲，我还是有就是特别的，就是把你们写进我的感言中。我觉得就算你们没有来，但是我知道你们很期待就是我这一次的惩罚，然后也很开心你们可以就是一起来看我这次。就是我所做我喜欢的事情，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已经认识了那么久，然后你们还是来看，我觉得真的很，真的很挺啊，对啊，谢谢你们。然后我想谢谢，就是虽然老师们已经走，但我还是想谢谢，就是虽然中可以让我接触过，就是让我跳舞变得越来越好的老师，然后还有这次的排舞老师，就是 Zipper 老师、胡婷老师。阿能老师，然后维尼学长，还有林杰老师，就是我觉得就是想跟曾颖杰说，就是我还是觉得你做得很好，然后就是不要一直认为，就是每次看到你没有自信的时候，就觉得就是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但是我还是想跟你说你做得很棒，然后。就是你变得惩罚我是什么，你之前刁我都是，我会觉得你做得很好，然后就是尽最大的努力，所以想谢谢你，然后就是要谢谢子晴老师，然后当我们的摄师，然后教我们很多，就是教我们之间很多就是不懂或是没有接触过的东西，然后我也想对不起老师，因为。有时候就是开会完，然后就会忘记就是要讲什么，结果回去就会一直在思绪你，一直思绪你，对，对，就是但你还是能，还是能就是一直帮我，然后我一直问老师问题，然后就是粗暴还是能接受我这样子，哎，谢谢，好，然后呢想谢谢我的直属，但是我虽然不知道，对，就是刚开始。就是当社长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就是谢谢你，就是有时候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的时候，你还是会来就是跟我一起沟通什么的。然后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直属，谢谢你。对，然后，然后呢，我想要谢谢
二三届弟妹，虽然没有全部人都在，但是你们自己回去看影片，好，就是很高兴的认识你们，然后也谢谢你们来到万方舞力，然后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把万方舞力带得越来越好，然后不要再出包，开心心的跳舞，然后享受跳舞所带来的乐趣，然后有问题还是能找我，虽然我还是要，就是虽然我还是要忙你们的暑训，就是没有全部退休，但是我也希望，就是未来我回来的时候还能跟你们，就是这群社团的学弟妹们一起玩，一起跳舞这样子。对，高一加油，下一届靠你们了。对，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好，我其实也想谢谢陈明轩，虽然你谢谢我，然后我没有要哭，但是就是我一直以来都不觉得说，就是我跟你之间有什么隔阂。然后其实我有些问题也是，就是处理也不是非常好，但是我觉得每次就是跟你一起讨论的时候，就是可以变得很安心，然后可以好好的一起把事情处理好。然后有时候可能就是不是那么果断的时候，你也可以给就是很好的建议。然后所以我觉得我跟你当这个 partner 很幸运，就是能碰到你，跟你一起，对，想谢谢你。然后再就是想谢谢，就是在舞力中所接触到的同届们，就是因为社团中还是有一些压力，然后还是会吵架，不过就是我们都变得很好。然后本来不认识你们，然后到现在变那么好，我真的很开心。就虽然有时候很疯狂，可能有智障之类的，但是遇到你们也是我觉得非常幸运，也是非常想要珍惜的一件事情。也包容我有时候一些缺点什么的，然后很抱歉，就是我有时候会生气或是不小心很严肃，但是很高兴能遇见你们。然后大家惩罚过后，我也就是很舍不得这些时光，就是我们30年什么，我一直都觉得很不久前才发生。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在高中投入很认真的一件事情，很珍贵的一个回忆这样子。然后我也蛮想谢谢就是你们，因为跳舞是一个我接触非常久，但是因为跟你们一起，所以越来越喜欢的一件事情。然后大家也花那么多时间去练习，变得越来越好，然后大家也越来越喜欢跳舞，所以想谢谢你们。然后虽然现在今天就是我讲完就要结束了，但是我希望未来我们还是能，不管是跳舞还是其他，我们还是能一起碰面，一起练舞，一起出去玩之类的。对，然后最后就是还要谢谢大家来看这场惩罚。那这届社长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Yeah. 好了，那我也有请我，还有没讲对不对？补讲，好，没问题。我要讲一个最重要的人，我刚刚太紧张没有讲到他。谢谢我的爱人陈雨梦，谢谢你。哇，等很久了。OK， 谢谢你，我最重要的人，谢谢你。可以。对啊，很帅，他是帅哥配美女。配美女哦。我最爱你，太多话我们就不在这边说，但是我最爱你。好，谢谢。好，谢谢。好，我们这边也有请我们万方舞力22届，我们一起期待做一个先下台一鞠躬的动作啦，好不好？好，再次的感谢现场的所有的家人跟所有的朋友们，感谢你们来支持我们万方舞力第22届的独立惩罚。今天的演出相信是圆满落幕了，那我们就下台一鞠躬了，谢谢大家支持我们万方舞力第22届，谢谢，辛苦你们啦，可以去吃烧烤啦，不用再吃蛋白质食品啦，耶、yeah, ，谢谢大家。